今天早上又在这里见面聚会了哈，人虽然不多，但是呢我想上帝给我们的灵，我们心里的火热就可以大大的团结在一起不要是因为今天我们清早去这些小朋友们走到台北阳明山上，他们有生活营他们非常固定的寒假暑假都有生活营哈，让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更加亲近主哈，我们真是也要为他们祷告真是祝福他们。来，我们一起祷告。怎么样父神，我们感谢恩典，你再一次聚集我们的脚步来到这里，我们没有走入别的路，我们却来到你的殿堂，在这里享受你，听你的话语。祝你的话语真是我们生活的灵粮，真是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就带领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虽然时空地点险恶，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你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这些。特别是为了台北市空难事件，我们也想念到这里面有我们的弟兄，也有不是我们的弟兄你弟兄里面有清新的主你带领他还活着，但是也有失去生命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为他们祈求，主你迎接他们的灵魂，你也带领他们的生命在未来的日子真的是与你相亲与你相爱。主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我们知道不是偶然，乃是你的安排，你就让我们在这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在未来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传扬的福音，把你的福音真的是传出去，因为你教导我们要有爱，我们这个爱就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真的是发挥出去发酵成为更好更大团的面团，让这些都能够喂饱我们附近周围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同事同伴，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街坊邻居让大家都来认识你。因为在现在的时代，只有你公义在这样的地方来彰显，我们才有得着，我们才有生命，否则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污秽，越来越不洁净越来越失去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只有摇头叹息。我们要将这些等交托在你手里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成为你的好的器皿，因为这器皿你把我们装满了以后，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谢谢你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宋恩的乐团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开会的开始，我们真是要大大感谢你。你也把我们亲爱的庄传道从隔壁的中山教会带领到这里，要为我们传讲很多信息。祝你也开他的口，也开我们的心门，让说的让听的都能够得好处。我们在开会之前，我们就这样来向你祈求，向你欢迎，让你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也进到我们的空间让我们的礼拜真的是满有你的恩典。我们要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